用你以为什么？乐死了！芙蓉妹妹，秀才哥哥，换一个。风妹，柴哥，听着那么别扭呢。是啊，你要不要叫我名字试试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吕金猴。哎，知道了。猴哥，我也要听，我也要听。你要听什么？ 休息啊！你们讲哪儿了？全力数耗子呀！见缝就钻。我属什么？你别管，你属什么？我可知道。猴哥，我饿。哟，客官，您是打尖儿啊，还是住店啊？暂不见你掌柜的。呀，掌柜的不在，您有事跟我说。你赶紧给我把马喂好啊！哎，草料要细一点啊！哎，好好好。 出来可是赏威啊！我给你说，我这可是纯重的大玩具啊！这和谁说话那么横？皮破，就跟谁没骑过一样。你这个店开了多长时间了？你活了多久，这店就开了多久？妹，你这个小女子，你我哥闪开！八戒当心，我去叫老白去。走。 这样去啊！还想跟我动手呢？嘿，我看你是马不知道自己的脸长。你是牛不知道自己皮厚。知道不知道我这两个铁蛋子？给我你一种。哈哈哈哈哈！铁蛋，我连蛇胆我都吃过。哎呦我天，这老家伙挺有手劲儿啊，这玩意儿挺沉。 事先说一声，哎，那娘身体还好吗？那你这样搞的吧，武功练得咋样？还透不透烂了？白占堂，这是你干的？不是，是秀才让我干的。哎呀，你站住呀！我让你学到别菜呀，不要跑。这小子的功夫还不错。 那一派的，太清楚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真知道咋的了。不知道，连个弟媳都不知道，你咋就把他找来了？我以后给你撂蹶子咋办呢？咋撂嘛？他又不是个马，你要会注意点啊。爹，你这次来干啥呢？彭三派那三个人。 是你介绍来的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们干的咋样呀？啊，还不错。不过他们说，你这儿啊，哭的很啊。不是，我这咋哭了？你有马没有马？我要马干啥嘛？连个马都没有，你夫妻还得走路，这还不叫哭？我这回来呀、啊，就是要把你接回去啊。我不回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这个店咋办呀？ 便宜把他铺里了，啊，这些伙计，哪个敢走的，全都带走；不愿意走的，就得解散。真的呀？他还签个字。把他带走，回去当个司法衙役。哎，等你兄弟长大，往国一去，哎，正式当不了，当个妾。 总没问题吧？切，他做梦去吧！你还怕他配不上个儿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俺不嫌弃。哎，他再也还能拧过马，超市里大，总能搬过来。爹，我已经嫁人了，你就不要再管我了。我不管，谁管嘛？ 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不好好在我圈里兜着，看脸，家里，哎，一个寡妇家整天在外头抛头露面，你不要我脸，我还要这脸呢吗？那就养自己的去呗，我的脸我自己会要。你看啥？几年不见，你还说混了撂蹶子了？你看我不打的你。 哎，人样麻烦。
光头马穿袍子，千万别动手啊！在您这儿当镖师，一个月给开多少银子？啊，这个。我听说你要把这店给卖了，那都瞪着你说这句话呀，大。来啥呀？来呀！你不是想发两天？来，我都陪你发两天。别别别，大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大爷，你饶了我，大爷，你别住手！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，你可来了！兄弟，谁是你兄弟？你啥意思你啊？你个没大没小没头没脑的东西你！嘿，你个臭小子！你以前是干啥的来着？啊？哦，生命在于运动，慢跑有益健康。他在跑里去，到时候了，每天在这个时候他都得出去练练功。哦，你准备，嗯，咱们马上启程。现在就走啊？对呀、啊，掌柜的还没答应呢。困吧，把他带着走。不，大人，这太不讲道理了吧？我是他爹啊，我都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。不，别着急，我有招啊。魔掌门啊，我这一次来呀、啊。我要想给你商量一下祥玉的事情。哦，那个什么事情您坐下来说啊。我这个闺女 啊我脑子笨得很，也不会来事儿。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啊。确实够麻烦的。我这个女子呀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也没多少文化。这样的女子搁到阿头都是个累赘。确实够累赘的啊。所以嘛，我这一次想把她带回去，省得在你这儿丢人现眼。确实够丢人现眼。嘿，你把她带走我怎么办？你该咋办就咋办嘛。啊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走，那咱们一块儿到汉中去。那汉中好玩吗？好玩的很呀！过年过节的时候，那到处都是人。人有啥好玩的？那你玩啥呢？骑马，你喜欢不喜欢？骑马？啊！你们家有马？还我个大玩具，走20几匹。你要是想骑马的话，我叫10几个彪子陪着你。啥时候发累了，啥时候下来。哇塞！那咱们现在就走吧。不着急。不着急。我这一次来呀、不要是想请你给我劝一劝祥玉。还劝什么呀？拿绳子一捆，直接带走呗。不行，那好马活费不能抢人头，弄不好就抢着了。不懂。那好吧，来，我交给你啊。这个香玉呀、管个叫啥啊？嫂子，我想跟你回汉中。我倒无所谓呀、在哪待着不都一样吗？你就不一样了，你一个寡妇不好好在家待着，成何体统吗？你瞪着我干嘛？不错呀，接着说。跟我回汉中吧。我跟你回？谁跟谁都一样嘛，到了汉中日子不就一样过吗？完全不一样。胡说嘛，女娃就应该有个女娃的样子。学的还挺像的嘛。俺爹还教你说啥了？他没教我。嫂子，你就答应了吧，汉中多好玩啊。有多好呀？可以骑马，有10几个镖师跟着我呀。从早到晚跟着，到时候你想甩都甩不掉。不会吧？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。小的时候每天盼呀盼呀，就是盼着能够早一点嫁出去，早一点离开那个笼子。自由有多重要，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可是我还
还是想骑马。那你就骑呗，反正我总会回去的。自私。你说什么？就算是我问你借的，回头我一定还你。那么多银子我怎么拿得出来呀？拿不出来也得拿，否则我就得跟他们回汉城给人家当小妾，你乐意啊？哦，我把银子给了你，你一恢复自由就回家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看你说的，我还能扔下你不管了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滚滚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我还不想看到你嘞。喂，什么人呢？咋了吗？又吵架了？跟你没关系啊，哪凉快回哪待着去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如果现在再不团结的话，这一关咱肯定过不去了。那咱怎么团结呀？老东家心狠，就怪不得咱不客气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豁出去跟他拼了。那得想个绝招。慢点说，别咬舌头啊！你也别紧张，咱呢是假结婚，不上户籍。到时候你爹一看，闺女的下半辈子终于有着落了，心里一宽，心血就回去了。就是，不是撒你，俺爹又不傻，那点小伎俩能骗得了他？你骗不了以后再说呀，只要能把他蒙回去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不行不行，就算是你想娶我，我不想娶你，那就更不行了。寡妇门前是非多啊，我就是怕万一让他看出来就全完了。你放心，为了慎重起见，咱们做到每一个步骤都力求逼人。这就叫以假乱真。那也不行，最重要的步骤还没有呢。什么步骤？你还没有求过婚。哦，嗯，那好，现在请请佟小姐跪下。嗯，你看见谁坐着求婚啊？跪跪跪，赶紧跪下，快去！佟小姐，深情一点嘛，就要是眼神，唰唰唰，羊毛火花，不要糊弄事情啊。佟，佟小姐，唰唰唰，还有，还有不求了？哎呀，起吧！求求求，我啥都不说了，快走。佟小姐，愿意嫁给我？唰唰唰，愿意吗？我愿意。Yeah! 就出轨了、啊、你那是求婚了，逼婚还差不多，那个眼神叉叉叉的就要把我给活吃了。你看这个，这不挺好的吗、啊、全是按你要求叉叉叉，全是火花，眉毛都要烧着了。行行行，再叉叉一次啊，再叉叉一次。不要叉了，你们两个有点闲工夫，多琢磨点正事儿，出去出去。要不要我们再穿十两个不像？我再穿上一回，再穿上一回，你看看行不行？怎么眼神不温柔？好险呀，差一点就答应他了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了半天了。你有事吗？这个给你。什么呀？这是地契，你拿去赎身吧。我仔细想过了，刚才的确是我不对，我太自私了，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。算去汉中啊？可不咋的，我鞋都买了，我都准备赶路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和我们家佟大老爷已经谈好了，到那之后直接就是一等镖师，月薪三两。那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呢？我们爷俩投缘呗。哎，行了，到那之后有啥事找我啊。我们也没说要去汉中了。小锅都去，你不去啊？我也没说要去吧。你欠人家那么多钱，你想走就走啊？啊！别说我们佟大老爷不答应，那就是我，你咋的？反正你想好了啊，凡是跟我们龙门镖局作对的，那没一个好下场。
我们头两爷说了，说只要你俩肯过去，那就是吃香的喝的辣的，啥好日子都有啊。吃倒不在乎，就怕住的不习惯。你也能够啊！我们头大老爷说了，只要你俩肯过去，那就给你们俩一人配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宅子。不会吧？当中那么一小间，哎呀，别嫌少，只要你俩在那踏踏实实的干，那我们佟大老爷绝不会亏待你们俩的，是吧？那我们要是去了，那掌柜的怎么办呢？他那就直接带走，找个小黑屋子一关，关他半年，让他先顺顺气儿。那要顺不过来呢？直接就关呢，啥时候他关老实，啥时候为止，是吧？啊！你休想！掌柜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可由不得你了。我们佟大老爷都说了。闭嘴！小鬼，你去告诉老白，他说的事情我同意了。好。既然你认了错，我就放你一马。过来。叫你过来了，你过来，这来了。身体还不错，就是牙口差一点。当个三等镖师吧。啊，跟你说啊，我可是一等。跟着我混的，你可加点小心，麻利点。你，大爷，我没打算当镖师，那就为嘛？回着看家。哦，对了，咱家的二黑死了，让他顶上。二黑啊！俺爹养的狗。大爷，我不太会叫唤，不叫唤的狗才是好狗，光咬你，咬住就不松口。有一次啊，我带着二黑去打猎去。我想娶香玉过门。我还没说完呢，前面出来那一只鸡子呀。啥？你刚才说啥？没说，没说啥，我随便一说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说一遍。行行行，大爷，我错了，行吗？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可以吧？我给你说，祥宇可是个寡妇，我这人就爱娶寡妇。不，就是他了。我非他不娶。操！好女婿，好女婿呀！你算解了我的一桩心思啊！这样吧，要啥嫁妆，你开个价，只要我拿得出的，一个字都不往下讲。不用不用，我跟香玉情义无价。怪玉溪，怪玉溪啊！你说这话，叫我老汉无地自容啊！爹爹呀，咋了嘛？这怎么回事？坐下哭。没事，这样，明天咱们就把事办了。明天？对，太仓促了，来不及操办。哎呀，祥玉是个二婚，不适合大操大办。为啥不适合呀？你看我跟你女婿说话呢，啥时候有你插嘴的时候吗？我咋不能说话了？去，这一边待着。老爷们说话插什么嘴？哎呀，明儿把事一办，我马上回汉中去，把家中送过来，然后再置办点房子，置办点地，收狗子呀，还是开店，你们俩自己定，就这么定的。少爷吧，我打扮，你去烧点水去，烧点水去。我烧水干啥呀？哎呀，辛苦也操劳人一天了，还不得洗个澡？快去烧水去，快去烧水去。我是一等，我是一等，手脚麻利点啊。你要是敢犯懒，我就点你。
是一的。现在就去。你还敢结婚了？我咋不能结啊？谁同意了？谁允许了？谁批准了？我俩结婚，凭啥你批准呢？那当然，他生是衡山派的人，死是衡山派死人，就算埋到坟堆里，那也是我衡山派的尸首。要不尸首还有啥用嘛？姐，你那就甭搭理他。哎，我们的事用着你管啊？那小样儿，回头等你一拜堂，我就把他关小黑屋里头去，随便给他点吃的。要再不老实，连吃的都不给，饿死你！我跟你拼了！人家就把装错了，这干啥的呢？他们合伙欺负我，这还了得吗？莫非我告诉你啊，你老实点，你再敢跟我们姑爷较劲，我跟你说不给你饭吃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希望我出家呀，你家就好了，别在我地盘上待着。咋走成你的地盘了？你不走是吧？我走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呀，烦死人了！你不结婚了？我本来也没打算结。是白大哥，不是那个白眼狼逼你的吧？真是他逼的就好了。这件事情你是咋看的吧？早结早了，赶紧把你爹哄走。我就害怕我结不好，结不好就瞎结呗。你说啥呢？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了嘛。我咋不是第一次？我瞎说的。有你这么瞎说的吗？我可都是为了你们呀。对，你为我们公公献身。我也没有说要献身。那回头要动黄花毒液，你爹在外偷听，你不做出点牺牲，能蒙混过关？哎，您的太来了，放着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这怎么敢当呢？只要您吃的满意，那我这份累就算没白挨。您要是不当跑堂呢，真是浪费人才了。去，别啊，让我跟我们新姑爷好好的亲。我老姑爷的啊，还没结婚呢。明儿不就是了吗？那要不我再换个称呼，白爷。李大嘴啊，你到底有啥事儿？其实也没啥事儿，我就想让你帮我安排安排。我还想当镖师，那你就当去啊。不是，那你们都留着呢，就我一人，我也不好意思去。哎呀，这家伙，你还有不好意思干的事儿？哎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帮你打个招呼是吗？这多不好意思！你啥时候打招呼？明天吧。怎么的，我也得结了婚以后再说呀。是。但问题是你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你去给人当镖师，你不坑人呢吗你？说的就是呢，所以我这不求你来了，你再教我两招。不可能，我这功夫都是祖传的，轻易不外传。那你把我当你自个儿家人不就完了吗？我认你当哥行不？你管谁叫哥？你那么大岁数管我叫哥，你好意思叫我还不好意思听啊？是不太合适是吧？不合适。那行，那我认你当我干大爷来啊。大爷，大爷，你可千万别侮辱我耳朵。你咋的了？大爷，别，我怕了你了，我怕了你。你离我远点行不行？别离我远点。大爷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大爷，小郭，你来这儿。你一掌把这不要脸的给我拍死。不是，快点的。咋的了？怎么咋的了？掌柜的说他不结婚了。为啥呀？为啥呢？我这张贱嘴啊。结婚的事儿为啥不结了？不为啥，就是不想结了。咋的了？你能照顾我一辈子吗？这有啥不能的？你啥意思啊？这个婚礼对你来说也许只是一个仪式或者游戏，但它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。什么新的开始啊？
凯斯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呀。两个人在一起也许会吵架，但是一觉起来就和好如初，就像啥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们成猪脑子了，你接着说。也许还会碰到一些难关，天灾呀，人祸呀，或者生意越来越不好呀，但是一点都不用慌，因为心里头知道身边有一个人会一直地陪着你，直到天荒地老。你那不成俩老妖精了？也许还会生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，最好是龙凤胎，这样生起来方便。不死也无所谓，一回生二回熟嘛。男孩就叫他学武功，女孩就叫他学女红。等他俩长大了，咱俩也老了，心情不好就找他俩骂几句出出气，心情好了就把咱俩年轻的故事讲给他俩听听。我那点破事还是不说为好。为啥呀？我是个戴罪之人，永世都不能翻身，我自己担惊受怕那是我活该，可如果把别人拖累上那是造孽。不是的，你要的那种生活我永远都给不了你。结婚的事就算了吧，如果有一天我要路过汉中的话，我会来看你的。莫掌门，你好。您坐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那个，我有件事想跟您说。啊，啥事？你能不能别让他俩结婚了？为啥？白大哥都配不上俺嫂子。哎呀，你都懂个啥嘛？哎哎，我这可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啊，你千万别往俺心里去 啊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只要你别让他俩结婚，我就不记仇。那你还是记吧啊。那么这个龙门镖局虽然算不上什么名门大派，但是也绝不怕别人威胁。谁威胁你了？我这也是为了我嫂子好。哎呀，你要为了你嫂子好，走叫他嫁。他一个寡妇家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能嫁出去，这都是前世修来的福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白大哥是贼。啥？他就是传说中的道圣白玉堂。哎，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是我传说中的道帅。出刘翔，别开玩笑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他俩有块牌子呢。那牌子呢？牌子，牌子他给弄丢了吗？我要是骗你，我天打五雷轰你！哎，可不敢胡说，可不敢胡说啊！哎呀，王掌门呀，你得是害怕你嫂子家里人都没人疼你了。啊，才不是呢，他不疼我，我自己会疼我自己。你放心，他不管嫁给谁，他都会一如既往地心疼你。啊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就欺负死他。是真的？那还能假？来，拉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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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用了。你把这个契约签了就行。契约啊，对对对。不许发草屑，不许……哎呀，咋这么多的不许嘛？你倒是签不签吧？签，拿笔来。我们俩不结婚了，这是他的意见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像话，简直不像话！哎，你知道我袖子咋写你吗？哎呀，不要再问了嘛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做主的。你要会做主，至于落到今儿这个下场吗？啊，我今天是啥下场了？我现在挺好的，还挺开心的。嘿，你以为我没长眼睛？不行，今儿这个事呀，我非寻他不可。哎呀，跟他没有关系，你坐下好不好嘛？哎，我自己。哎呀，你不想嫁
咱都不加了。你好好的哭一场，哭完了上路。张大鲁，我回去能够这个店咋办？就撂到这儿。哎呀，只要你平平安安的，高高兴兴的，比啥都好嘛。咦，花女子。啊，别忘了拿东西啊。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行了，都别送了，以后到汉中找我玩，我做东啊。一路小心啊！哎，赶紧找个师傅学武功。哎，你瞎说啥呢？信不信我拍你？掌柜的，你回去以后记得来封信啊。以后不要再欺负秀才了啊！咱们在还能劝一劝，咱们不在，他连救命都不敢喊了。宝贝，到那边以后不许仗势欺人，听见没？身边十几个镖师呢，不欺负人的都白养了。天黑之前要干到十八里铺呢。啊，走了。你要小心点哈。爹，爹，再见啊！最后问你一句，我要的那种生活。对不起。祝你幸福。你也是啊，李大宝，李大宝，干什么呀？小贝，小贝，别哭了啊！女子，你忍着点啊！你看，我是不敢飞马一把，不敢飞马一把，这是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不要管了，这才交给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管，我不管。哎呀，那就把门关上了。我不要骑马了，我也不要骑海兽了。哎呀，汉中多好，比咱这热闹多了。我这人不爱凑热闹。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大人决定的事儿还由得了你了？你不啊，小贝，你不满意是吧？你不满意就打我好了，反正我哪儿也不去。再来信我就罚你抄书抄一千遍，抄就抄，哪怕一万遍我也不去。为啥呀？现在多好啊，饿了大嘴叔帮我做饭，累了白大哥帮我捶背，困了秀才帮我做功课。吕秋后给了钱呢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还有小郭姐姐，虽然脾气臭了点，但心底特善良，还乐意助人。这话我爱听。每次我打架，她都帮我出手。嗯，同学们见了她，就跟见了阎王似的。花芙蓉，我跟他们同学闹着玩呢。有这么闹的吗？还有我嫂子。说呀，我有什么好处，说给大家听一听嘛。你啥都好，就有一点不好，老爱管着我。那叫玉不琢不成器。就是，我才不要成器呢，我就想这么着待下去，永远待下去，永远不跟你们分开。真的？你别问我，我从来就没说过我要去汉中。小果，只要你不走我就留下，直到把债还清为止。福妹，我哥你还没表态呢。那有啥好说的，你留下我留下大家都留下、啊、哎哎哎哎，那是你们啊，我还得去汉中呢，我一月三两银子呢。来，你来干啥呀？这样，咱俩现在就出门交个手，比划比划，让佟大爷看看你的本事怎么样啊。别威胁我啊，我告诉你，早哪天把你激发出来，我借你俩刀。你等着，你等着，你看着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走了。那，那你爹咋办？就是啊。啥？嗯，我跟展堂已经商量过了，俺俩不打算大操大办了。对，俺俩决定造个房子，关起门来摆个天地就行了。是，这是你俩可得想明白啊。想明白了，哼，您老放心吧。行，要再变卦，
我可对你就不客气了啊。知道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这我早就知道，要不我能把他交给你？是。有人说你是个道生，说的那个真呀？说你手里还有个啥牌子啊？这谁造的谣？这是啊！你别管谁造的，哎呀，不要影响内部的团结嘛。对，你先上一趟，我跟你女婿单独说个话。走。哎，走嘛！我和你是铁种。大爷，使不得。吓唬他呢。来，我给你说，这个结婚呀，就给水里安一个样，这毛顺捋这一把，毛要不顺就吵死你的。啊，哎，我个扯的水马，这一趟你可要手下留情呢啊。这我懂，我一切都听您的啊。那好，这样吧，我去买一点好酒回来，咱俩单独喝啊。行，好，那我去买去了啊。哎，大爷慢走啊。好。哎呀，我的老丈母娘啊，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呢？难不成你练过铁木山？我还辛苦呀，大爷，我给你做饭去啊。这儿过来。咋的了？我问你，你为啥掀我老底儿？谁掀你老底儿了？还敢跟我装傻了你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什么？告诉你，佟大爷都跟我说了。哎，你还脱了？哎，我说你给我安上了。好啊，美得很，聊得太猛啊。好的，饿了，我拆了吧。哎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咱开始吧。等，芙蓉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他干啥去了？说是去买鞭炮去了，一下午不见人。那我看咱就不等了啊。给他留上一杯喜酒，也都行了。好，开始了。开始。那个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起火！我看新郎新娘入洞房。这就入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你得喝着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啥去？去哪儿啊？收拾行李啊，回汉中置办嫁妆去。行，我也回收拾行李，咱一块儿。你慢着，你走散了，你留下，帮着我闺女跟女婿把这个客栈料理好啊。哎，别去，老爷，这屋子好找，那你说镖师多难请啊？胡说，我镖局啥都缺。就是不缺镖师，你留下，有啥事跟我女婿商量着啊，可不敢胡撂蹶子。你要是撂蹶子，他把你往死里抽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去帮我收拾行李，我都想去亲自喂我五马去。啊，你慢慢吃着，我走了啊。早知道这么简单，咱俩还担心啥呀？早点接了多好。其实刚才在拜天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结婚啊，也许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要的这种生活，根本就没我想象的那么复杂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咱俩就真结了吧。你这做什么？你不要给我去啊！我去说出去啊！这里掌柜的叫我干。那回头要洞房花烛夜，你爹在外偷听，你不做出点牺牲，能蒙混过关吗？小鬼儿，哎，你帮我参加婚礼吧。
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咋不可能？这只是一个遗失，又不是真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可是大姐，我没经验，我也没有经验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只有回汉中了。那你自己接不行吗？小果儿，这对你来说只是一个遗失，但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，你明白吗？行，那我答应你，那你也得答应我，这事儿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答应你，你要结婚了。他怎么这样？你小点声，白白哥，我求求你了，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让秀才知道，否则我就完蛋了。哎，去哪里啊？哎，你快来人呐！闹洞房了，来人呐！哎，老来了，就这事。哎，新娘子，转过来，转来看看，转过来啊！还拿好看我呢，这转过来给大家看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香玉，你给我撤！不好意思，确实是我让他干的。怎么会是这样啊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？秀才，你别着急，我出去给你解释哈。老白刚才说他是真的想娶你。走，秀才，哎呀，没事。战堂，这是真的吗？那是刚才，我现在改主意了。为啥？我原本以为婚姻很简单，可我没想到它太复杂了，复杂的让人难以想象。